哔哔哔哔哔，熊心人小卢、妮妮与阿德接受熊心国王的指示，从熊心来到遥远的地球进行观察任务。哔哔哔 ，Warning Warning， 大量陨石接近中。你们三个清醒！太空船被陨石击中了呀！怎么了？呼叫熊心！呼叫熊心！报告国王，我们被撞离航道了，人员也不能够再进行虫洞跳跃，我们必须要在某个星球上迫降。根据资料，距离我们不远的法尔星，地表上火山活动活跃，是一块板块活动剧烈的星球。我们在地球上观察到的火山活动不是很危险吗？我们就要被困在法尔星上了。不行，我们不能那么丧气，就一起搭乘登陆艇贝尔号到法尔星上寻找能源吧。哦耶，要去探险了，多兴奋哦。原来火山会因为岩浆成分不同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喷发耶。你们怎么听起来那么喘啊？我们这雨下你说的什么内径式喷发我要被浓烟吹上了啦。来不及了，启动安全装置。你们在这个地方做什么？我是妮妮，那位是小卢。不用解释了，走，去见将军，再决定怎么处置你们。我决定让你们参加探索队，寻找地热铁。OK 的啦。智者好，我从妮妮那边知道了一种熊心人从来没使用过的地热能，我在想。地热跟板块运动有没有什么关联呢？如果我知道了，或许可以找到线索帮助他们。糟糕了，将军！我们要躲到哪里？我们要躲到哪里？前方的洞穴入口，我们赶快进去。这里是乌帕鲁帕人的通道。OK 啦，深入地洞大冒险开始啦！Oh my god！ 那么坚硬的涂层也会跟饼干一样。现在能够拯救他们的就只有我了。真的不会有事吧？